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偷食记》。今天分享一个鸡块好吃的做法。首先，鸡块里放点姜片、食盐、汪水，清洗一遍。再次放汪水清洗，浸泡待用。香菇切掉根部，然后切成小块。锅中烧开水，倒鸡块、料酒，焯水一遍。起锅烧油，放老冰糖熬至融化。放入鸡块翻炒。放入葱姜、香叶、八角翻炒。加点生抽、食盐、料酒，大火翻炒两分钟。加入清水，焖两分钟。时间到，放入香菇，焖三分钟。最后撒入青椒，炒至断生，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香菇鸡块就做完了。吃起来肉香爽口，汤汁鲜美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哦！感谢您的支持。